不要浪费无谓的体力，好吗？好帅！接下来我们就将在这里进行奔跑吧最强社团争霸赛第一场热身赛——飞扬的青春。12名成员从起点出发，哨声响起后，快速抢夺前面的十顶帽子。 并跑至操场另一侧，选择一个锥形桶就位。随后，裁判会挥动一面颜色旗子，率先将这一颜色的帽子带回起点的队伍得分。本游戏三局两胜，可以扔对吧？可以扔，可以团。我们可以传给我们团队的人对吧？对，12个人都可以抢。哦，获胜的队伍可以为最终的百人捉迷藏大赛赢得一张自取决定券，再最终捉迷藏的环节中决定先进行抓捕还是躲藏。来吧，我们报纸成胜哥。先生，请一下队友。哎，不带枪了啊！请准备。三、二、一。 直接去抢帽子了，啊，就直接抢到那个，抢完再跑他俩。你把我最擅长的前半段给整没了，阻碍别人抢帽子，阻碍捣乱，阻碍别人下阴招去抢。你就不能放着他们俩，听明白吧？准备，请亮旗，亮旗，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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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咱俩在这儿赢两拦子不行，在这儿拦子不行，不行。同志，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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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进去！直接往前冲！两位，你带着，小心，小心，小心！
哎，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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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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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没事，没事，没事。变粉队，没事吧？没事，没事。Nice，Nice。好累啊！早知道练了有氧来了。好激烈啊！呀，好的不行。接我先吧。来，两位嘉宾。哦，谢谢。我是 MC 宝宝。我 MC 我。从小喝到大。炎炎夏日 ，MC 也推出了奔跑吧同款雪糕，用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解锁夏日新吃法。哇哦！安慕希动着吃，健康更美味，冰爽新体验，欢迎大家享用。目前两队1-1打平，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局，我们就要决出胜负了。不能让他们赢！我们加油，我们加油！加油！队员冲啊！我等你传球。对。请出颜色。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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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儿？防守，防守，防守，防守。你是这个？那个，那个破了颜色。这儿，你是这个后边，雨晴，雨晴哥，远的那个，雨晴哥。帽子不对，不对，颜色不对。啊？没拿对吗？帽子不对吗？你是这个，快，太扯了。小心，小心，小心，没事吧？没事，没事吧？没事吧？好困的，这里小心，哇塞，这里小心，没事啊！翻了。惜字如金，两个社团依次进行挑战，负责描述的四人分别只能用一个字、两个字进行描述。十万米，喝品牌。其余两人负责在高台上答题，屏幕一旦展示，高台的木板就会开始缩短，答对一题记一分。来吧，你先来，你先来，行。你去吧，好，体验一下。到台子后面啊，志远，你跑后面。他们为什么在后面啊？不应该在前面吗？他们要从门里出来，直接这么走上去不行吗？也可以，要有点仪式感。哎呀妈呀！啊，这玩意儿还是有点吓人，说实话。浩浩，你先蹦一下试一下。我先蹦一下。你感受一下。你直接这样跳下来，来，我们三二一一起跳。3-2-1。3-2-1。弟弟还是年轻了呀，被张真源叔叔骗了。张真源，你都当叔叔了。我已经学会了。3-2-1。我们这是要一直猜，猜到掉下来为止。对，那猜不到呢，就眼睁睁看着俩人掉下来。这不管怎么样都得下来。是的。哇哦。来吧，惜字如金，文艺社第一次挑战，
请出题。开始。文。快快快说呀。治河。啥？治河。道童。请出题。你说味儿。味儿。长沙。长沙臭豆腐。臭豆腐。治河是啥呀？文治河。啊，文治河。妈呀，你们都要被捡到进世界去了。好了，来，哎呀，下一题。鞋。周深。周深。个儿。你都带儿化音，这都俩字儿。变长。增高垫。增高垫。前面三个字我都猜出来是什么了。我不是根据身高想出来的，真的。你最好不是根据。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吃。皮冻。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皮冻。皮冻就往猪那儿引呢。狠。鸡腿。鸡爪。猪腿。啊，猪腿。猪腿。啊，猪腿。猪蹄。猪蹄。刚好你对腿部很了解。腿部是他的统治区。啊啊，这又是他的统治区。又是你的统治区。腿腿好。黑宝。黑宝。丝袜。丝袜。姐，猪蹄，丝袜，不是他这能老沙都这样了已经，黑宝，丝袜，这个都已经，这是你比划我来猜了已经。那你们应该没看到吧？啊？你们应该没看到吧？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啊！天哪！你们应该没看到吧？天哪，姚PD！天哪，没有看到姚PD，怎么会看到呢？我们应该是没有听到吧？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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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个很难。马。他们还在动，快点，他们要下去了。戒子，啥？戒子是什么？东北话。戒。不行了，没了。啊！快点，空。纸尿裤。差不多了。纸尿裤。接近了。马桶。瓦老杨。老杨。什么啊？开裆裤。啊，开裆裤。我也没瓦，我咋知道有这玩意儿啊？戒指是什么东西？东北话，就那个小孩儿。太东北了，真没听过。恭喜文社第一轮答对四题。你上去。我觉得顺序应该换一下。我说一字吧，会说的说俩字儿。我觉得你最会说了，那我就俩字的。我争取我这就差不多了。一个字。文社第二次挑战，请出题。哦啊，那个，滋，啊，滋，东北，烤串，串，烧烤。我想说淄博，淄博。下一个。这个难耶。水，杭州，
西湖，西湖，哦，菜，醋鱼，醋鱼，厉害厉害，大哥，你放心吧，交给我，下一个，哎呀，鸡，鸡，鸡脚辣。酸酸辣鸡爪，快了快了快了，酸辣鸡爪，快了快了快了，酸辣鸡爪，不不芥末鸡爪，五谷凤爪，别的做法，别的做法，虎皮，虎皮，虎皮尖椒，哎呀，多说几个，多说几个，芥末鸭掌，酸辣鸡爪，酸辣凤爪，芥末鸭掌，五谷凤爪，很有名的，五谷凤爪，差不多差不多，酸辣凤爪，不是还有什么味儿？辣酸，泡椒，泡椒，泡椒凤爪，对对对对对，泡椒凤爪，停停停停停，这里二十个字有了吧？我已经躺不下了，没有地方了，还能答三题？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看。干什么？指我？困，困。睡觉，睡觉。牛。出声。那个啥？出声。打呼，打呼噜。耶！打呼噜指我干什么？我不就在车里。来，继续啊。动作不行啊。程程，程程，程程。我的态度太多了。演员，歌手，歌手，综艺咖。发。三个字。范丞丞三个字。真讨厌，真讨厌，真讨厌，这你们都不知道啊，小孩子，快点快点快点，抢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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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沈眼包，演沈眼包，哇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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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十指相扣呢？准备吧，弟弟。来来来来来，最后一个了。硬。嘴里。坚果。坚果。嘴里。苹果。嘴里。苹果。虎牙，蛀牙呀！哎呀，虎牙，这说白鹿不完了吗？对呀、啊。哦。来来来来来，虎。还是不了解大家，不了解。点眼包猜了这么久，我确实没想到。刚才沙哥和凯哥一共猜对了五题。走吧，咱俩去吧。我能相信你们四个吗？不是。你们得说，别犹豫，犹豫的全是那时间。我觉得最着急的就是张真源，我是真着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哎，说说不能演，说说呀。那个，哎呀，哎呀，我是真着急，我老想用肢体把他手绑住。就爱唱跳这一段。文艺社第三次挑战，请看题。啊！怎么了你今天？啊！张真源，蹦，蹦，开始了。只能说，只能说。说呀！说呀！好的。爆米花。哦，哇！你怎么了？凯哥在旁边都急死了。来来来来来来，不再来一次，来来来来来来来，不再来一次，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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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客气了，别客气了，这样。
弟弟，等他们组上来的时候你过来。吵的，你说个电影都行啊，吵的。吵的。提示啊，请出题。洗，挠痒，头皮，头皮屑。Yes。头皮屑。Yes。哎呀，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这女孩。头皮屑。Yes。哎呀，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已经想好了。你想说什么？我是老调。歌 F 四，三流星雨。哎呀，这位置真烦。张真源都没有机会说话了。真正的惜字如金在这里。真源，你就承认吧，你就适合体育组。我去，你根本就不适合文艺，搞体育吧。我适合，再来一局。快！哎呀，又知道了。他又开始了，给他放嗨麦麦去，不能理解游戏规则。赶走。驱蚊香。烧。蚊香。蚊香。滋啦！哇塞，你也开始了！滋啦！哇塞，你也开始了！滋啦！他也开始演，你也开始了！这么爱唱跳，文艺生就这么爱演吗？滋啦是什么？这么爱唱跳，滋啦都出来了。出来了吗？蚊香，烧蚊香，大蚊香，小蚊香，电蚊香。他说了，没事。我在他滋啦之前就想说出来了。不是吧？应该是我，还是跟我有点关系。难吃，吐。到赛点了。来，点睛！精彩的地方来了。别唱跳啊！你说话呀！水里，哇！海鲜这两个字这么难吗？什么罐头？什么鱼罐头？什么罐头？什么鱼罐头？什么鱼罐头？咸鱼罐头。什么鱼来着？不能说了。咸鱼罐头。刚才文艺社一共答对13题，恭喜！该你们了。我们来。大哥引起民愤了，大哥，你太能演了，把那些别的节目的风气都带到我们跑男来了。来，你去，让你见识一下我们跑男的精神。咱们这样，想不到就下位和过，不要下一个人赶紧说，不要浪费那个想的时间。不要硬，咱们体育组不要硬展示文化水平，好吗？对。体育社第一次挑战，请出题。想好了啊，想好再说啊，别着急。怕。上学。班主任。不要。上学。班主任。不要。班主任。不要。有没有共鸣？我最爱我的班主任了。那我肯定想不出。对啊。灯。共享单车。不是，共享单车，自行车。对。打。武术。柔。太极拳。太极拳。生活 is everything。
天。天津。狗绿包子。对。狗绿包子。对。怎么那么快啊？高。荣浩。荣浩。模特。超快断了，下来吧，再来十题，我打十个。沙，头套，假发，接，假发辫，我真服了，真无语。五楼，梁小月，耶，祝福，蔡国庆，太厉害了，我不要在这上面待一辈子吧。来玩会儿吧，随便。来，你们俩玩会儿。他们俩都没有任何参与感，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时间说话。你们俩都没有说话。来来来来来，这样吧，我帮你打最后一个。奴。行了，没了。说摇 PD 不就好了？啊？对啊，你这说摇一天不就完了？他们俩不知道。你，大黑牛，别的，能力者，你，大什么牛？大水牛，大水牛，别提。Ricky 都猜出来了 ，Ricky 都猜出来他是大水牛，本人没猜出来。一个字扔，分类，臭，装的，垃圾桶。对。俩，告白，写，信封，情书。耶、yeah ，情书。耶、yeah ，太有文化了，我去。简单，这个简单。哇，这个好简单啊。十，万米，一百，阿姆西，十，奔跑吧兄弟，十，过，不能过，过不了，十四，十，一百，十四，过不了，不行，不能过。不能过，过不了，十，不可以，十，和一百，阿姆西，no， 十，为什么呢？阿姆西十级酸奶，不对，十，没了，不行，不能过，十，新品，阿姆西酸奶，不对，没有代言了你。阿姆西活性益生菌酸奶，完了，还好这一题不是我的。这一题的答案是阿姆西活性益生菌酸奶。阿姆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年他又推出了全国首款小金罐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每瓶添加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更好守护肠道健康，同时减少了90%的蔗糖，更轻盈少负担。一起干杯，一起阿姆西。阿姆西活性益生菌酸奶，每瓶添加十亿活性益生菌，好喝更有益，一起阿姆西。体育社第三次挑战，请出题。哎呀！哎呀！哎呀！长，他什么？这个女儿，时代少年团。对，这太简单了。唱，东北。秧歌，有秧歌。二人转，秧歌。哎呦，周深，没话说，没话说。哎、真的，来，下一题。哇，过，直接过。过，我觉得我们挑战一下。不用，不用挑战，不用挑战。哎，其实就俩字就行。成语鬼怪。鬼。成语。魑魅魍魉。对。你怎么这么厉害？对。过什么呀？他绝对行。真厉害。太强了。你这是怎么联想到的？
鬼吗？那四个字都有鬼。这个可以过了，真的可以过了。不不不，我觉得可以。歌，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挥着翅膀的女孩，不愧是歌手。周深，你就是王者。这是怎么反应过来的呢？漏题。他们怎么全是这种啊？不公平。这个不公平。有黑幕，有黑幕。我从早上六点背到现在，能背不下来？啊啊！他，颈椎，颈椎，落枕，落枕，工具。哎，不能，干嘛呢？干嘛呢？啊，拔火罐，挠痒痒，倒过来，痒痒挠。好，不是，请问“倒过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倒过来，倒过来。我跟你说，倒什么叫倒过来？对啊，倒过来是几个字啊？这难道不是一种提示吗？我要补一个，我补一个，倒着。哦，痒痒挠。哎。来，过分哦。哎，哦，国，下轮，去。去哪儿？去熄火，去藏捉迷藏。匈牙利。去西湖。我不会游泳。不知道啊。确实没通知你去匈牙利，小薇。小薇，登机。小薇去西湖吧。哎，等一下，这个好弄吗？好弄。你说闷儿。懵。闷儿。闷儿。门牛，水牛，耕地，大水牛，爱耕地的牛，水牛耕地，李晨耕地，成语，李晨耕地是成语吗？不是，成语，成语，月，字字不倦，朗朗，嫦娥奔月，成语朗朗，闷下来吧，成语朗朗闷灵活的手指。成语朗朗闷儿，对牛弹琴。朗朗该疯了吧？我们对朗朗老师的评价是对牛弹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场上没有几条命。钢琴只能用两个字来代表，就是朗朗。哎，好滑，我要滑下去，救命！刚才周深和小薇答对一。不打撕名牌，每个社团派出两名成员出战，进行30秒攻守交替撕名牌。若30秒内进攻方没有撕掉防守方的名牌，则攻守转换；若30秒内防守方有成员被撕，则该名成员 out。同时，防守方的下一名成员立即补位入场，且攻防转换。当某个社团剩余成员不足两人时，另一方社团胜出。我的天哪！我觉得也未必有你们想的那么激烈，因为在这个上面你想激烈真挺难的。嘿，完了，我怎么下来呀？滑下来安全。啊！我的天哪！这个好滑呀！这还要撕名牌，这怎么撕啊？两队也各派一位成员来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进行进攻。来，我跟石头剪布去，谁先进攻你就跟他进攻。气死他！快，出什么？我出石头。好，石头剪刀布。一把输了。输了啊！我太诚实。我们先防守好一点，我们先防守吧。先防守。体育社率先出战的是白鹿和周深，文艺社率先出战的是张真源和西林娜依高。30秒计时开始。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
白羚长续航电动车，奔跑吧官方指定电动车。上 Z 世界部落参加奔跑吧探班团，部落独家二扇等你赢。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优酷 Z 世界、腾讯视频、爱奇艺观看更多节目内容。体育社率先出战的是白鹿和周深，文艺社率先出战的是张真源和西林娜依高。三十秒计时开始，快跑快跑！不着急不着急，三十秒了，不用特别着急啊，真源，不用特别着急，好灵活啊！你怎么像个竞技的巨人？能走开？来吧，生哥，绕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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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他撕他撕他！注意时间啊！你们两个在迂回什么？哎呀！我是进攻方，申哥，他不能撕，他是防守。对啊，你不能撕啊！我是跑的。双方攻守转换，请预设补位成员入场。补位 ，Ricky。快跑，快跑，快跑！快帮我接一下，帮我接一下。张元，只要你防住就行啊，你防住就行。耶！耶！Ricky 劲儿大，哇！你好，救命！哇！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啊！坚持住 ！Ricky 跑，转换，转换，文艺社进攻，体育社防守。太强了，我的！ Yeah. 我的妈呀！张震撕名牌，我觉得越来越厉害。请体育社补位，攻守转换，黑队进攻，白队防守。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快跑！你俩防住，防住就行。白鹿上来了，白鹿上来了。二打一，撕张真源，要不然完不了。张真源，程程去帮露露，防住，防住，诺兰，时代少年团，张真，哎呦，哎呦我，哎呦我，你挺，我，你留，保存实力，保存实力。没时间了。可以过去准备撕他了，准备撕白鹿，准备撕白鹿。攻守转换，上上上上上上上，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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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抹脸了，抹脸了。宝贝，宝贝，哥，哥再活一局，哥镜头没要够呢。过来，紫白鹿，紫白鹿，紫白鹿，西林，西林，西林 ，Let's go！ 白鹿坚持。太强了，这俩就不用下来了。我们不用上了，不用上了。我估计等会儿你俩得上，你晨哥上来了。晨哥，顶住晨哥，你们就是胜利者。哎，等一下。黑
队进攻，白队防守，30秒计时开始。张元防住，防住！哎呀妈呀，翻墙上！哎呀妈呀，翻墙上！你哪波的？目标锁定。哎呀妈呀，翻墙上！你哪波的？我要逃跑！跑的！快跑！快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小心！老屁股，腰没事吧？泥鳅，抓住他！快点！真儿进攻，进攻！攻防转换，白队进攻 ，K 队防守。救命啊！救命啊！快进攻，真儿！进攻，进攻，进攻！杰哥，你不太大了！快进攻啊！加油！这就是绝对的压制吗？西林，西林，思辰哥，思辰哥，思辰快点过来，思辰哥！啊，小心，滑下来，滑下来！快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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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辰哥，快死他！陈哥，陈哥，我不要！思辰哥。翻墙上，快点！另一边，另一边。反思。攻防转换 ，K 队进攻，白队防守。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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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耶、yeah ！石林，赶紧跑！西林，快跑！西林，快跑！快跑！啊啊！啊！张真源已经无力了。张真源 out。我像个男生吧？我们俩女生，我肯定弄不过他。定下来，定下来。白队进攻 ，K 队防守。思辰哥，思辰哥，我思辰哥，思辰哥，司礼辰，司礼辰，你们俩司礼辰，就思辰哥。快点，站好。思他，思他。别推我们孩儿！推人，红牌，狙击，红牌，狙击，狙击！啊，好无力啊，怎么办？怎么办？你过来，走！你们怎么一点进攻的感觉都没有？攻守转换，跑啊！快跑啊！跑啊！跑啊！张浩 out， 你好惨。当你防守的时候，你是个防守；当你进攻的时候，你还是像防守的。凯凯，你把李晨撕了行不行？交给你了啊。上，凯哥上！我凯哥，凯哥抓住！凯哥抓住他！程程，快跑！就是啊，就是啊，西林帮帮帮帮的帮的，我买的帮的，我买。来，来。哇！哇！小心小魔物！哇！小心小魔物！哇！
头都死了。我上，沙哥，哎妈，沙哥，沙哥，他跑不动，他跑不动，你躲着他就行了。沙哥像个捣蛋一样。阿晨晨，阿晨晨，阿晨晨，呜，好可怕，沙哥，你好可怕，啊，好可怕，沙哥。你小心，你小心，你小心！小薇，你走，你走。他追不上你，他追不上你，快走，快走！哎呦！反思，死的快，快快！快来，机会！渣哥，停住！你帮他，你帮他，你帮他！小薇，不是，这个你松下手。不是，得撕到那个头，得撕到那个冰盘的头。攻守转换，白队进攻，黑队防守。撕了，撕了，撕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沙哥，沙哥，快跑，快跑，快跑！沙哥，快跑，快跑！弄他！我去！跑跑跑跑跑！西林斯的斯的斯的，走你！一二三，走！好聪明，好聪明！好，可以，先撕高高！怎么又掉了？攻守转换，黑队进攻，白队防守。小薇撕他，撕他！来了。你撕，你撕！哇，你西林，他在坚持，撕到那个名牌的头，坚持住，西林，坚持，跑吧，跑跑跑！攻守转换，杀！撕了，撕了！北京大妞就是这样的，西林，这才是撕零板，这才是跑呢。转换，你们没人了，我们还一个人。我们为大家公布一下结果，因为体育社不足以在场上有两位成员进行对战，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弱水校区，这里既拥有了文艺的氛围，也是充满了体育的气息，深受着孩子们的喜爱。那经过了激烈的三个热身赛，我们的体育社和文艺社是终于要迎来对决的时刻，它就是百人捉迷藏大赛。首先，我们就要有请两个社团的成员代表出场。欢迎大家！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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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相信大家对我们今晚的百人捉迷藏大赛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就有请杨 PD 给我们讲一下今天大赛的细则。谢谢杰妮，请先稍事休息，谢谢。谢谢杰妮，谢谢。现在为大家详细解释百人捉迷藏大赛的规则。你们两个社团的躲藏区域就在身后的教学楼中。负一层和一层是文艺社的六位成员加五十位同学的躲藏区域。两层啊，还给规定了区域啊。二层和三层是体育社的六位成员和五十位同学的躲藏区域。这怎么藏？太大了，这没地方躲呀，都特别的明显。这个我要进来吴亦凡。大家都会选择躲在这种地方。我想躲的每一个位置都有人。百人捉迷藏大赛分上下两个半场，每个半场十五分钟，一队负责抓捕，而另一队负责躲藏。每抓到一个同学得一分，抓到一位成员可以得十分。抓捕时需要用锤子触碰到对方的身体才能认定成功。能不用锤子吗？拿啥？拿肘击啊。太狠了，有点。如果大家都清楚的话，还有一个信息告诉大家，今天在微博截止18点，30万网友参与了奔跑吧全员捉迷藏大赛的互动，也因为你们的全程参与，今晚奔跑吧官博将解锁兄弟团捉迷藏的直播镜头，10位同学也被网友选中，开放躲藏视角，让更多的网友沉浸式的体验到今晚的捉迷藏大赛当中。好。根据大家热身赛的结果，要先请体育社来决定在上半场当中是率先抓捕还是躲藏，因为你们在第一项热身赛中获得了次序决定权。我们先防守吧。先防守。好，体育社在上半场当中率先进行躲藏，所以文艺社在上半场要率先进行抓捕。最终我们累计得分更高的那个社团就是2024奔跑吧最强社团。马上就要开始今晚的百人捉迷藏大赛，会躺才会赢，拥有喜临门享受深度好睡眠。喜临门恭喜之前获胜的队伍，接下来在最后的比拼中，希望大家有喜临门喜运相伴，发挥出最佳水平，最终取得优异成绩。我们现在就要先请我们的100位同学们前往各自的躲藏区域。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加油！出发吧，同学们！就绪了，接下来也要请两位社团的成员前往各自的备战间查看你们获得的道具。你想伪装成一颗篮球吗？这个篮球不会是要画特效妆吧？是像弟弟那个西瓜头吗？就是宁可被抓也不要把自己变成一颗篮球。是的。想过去娃娃机里抓娃娃吗？啊，就在这儿啊。这个太突兀了，那娃娃机一看就是假的，太假了，都不通电，倒也是挺突兀的。不是那篮球吗？好，藏得好，我不藏这个。你们这也太明显了，你这有个 GoPro 太明显了。我不躲这儿，没必要，这是个坑，你们已经引起了公愤，你们会被观众骂的。你们身后有你们获得的道具，安慕希售卖机里的藏身之石。这个可以、啊，这个是高级的，这个高级，这个绝对高级。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去里面找啊？谁来这个？这个好。进了吧？不是，那我得拖一下。插个塞子进去吧。可以。
哎呀妈呀！像个虫，我得这样。好可爱啊！是不是有弯腰的说法？这个太新了，这个太新了。把它磨一磨，磨漏一点。哎，没，这好难。聊干嘛？哎妈呀！你这个更奇怪。做平板支撑是不是？不是，张薇薇你在颤抖。看得出来不？你能坚持15分钟吗？好累啊！又闷又累，不行，而且形状也不对。出发之前，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年销量60亿片的米多奇烤箱馍片。米多奇在很多消费者心中代表了馍片这个品类，是一款大家非常喜爱的产品。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不光有米多奇馍片，还有米多奇馍丁，推荐奶香可口味和香葱牛排味，特别好吃，大家可以品尝。牛排味，哇！米多奇馍丁香香脆脆，一口一个，真的太好吃了。真的吗？我也吃一个，谢谢。今天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自我磨一把。各位成员请注意，距离捉迷藏大赛开始还有10分钟。先去熟悉熟悉。我觉得这个好，把自己装成一袋垃圾倒进去，把垃圾盖身上。不管了，拜拜，没时间了，没时间了。现在还没开始找是吧？那我在干嘛呢？我的娘，我不敢躲着，我还是回那个地方吧，我真是不敢躲。我的秘密公之于众了。我去，哇，能躲，这里可以。哎呀，给我 GoPro， 谢谢，我进去了。我扶着你，你上去吧。别踩我肩，踩我肩。小心啊，小心。这太安全了，这能躲两人。你往里藏吧，没事。谢谢陈哥。出去一下，谢谢。走吧，走吧。我要不爬到那个上面去吧，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到那儿去找我的。各位成员请注意，百人捉迷藏大赛马上开始，倒计时5、4。冲了！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箱馍片赞助播出。奔跑不怕痒，擦一下停。本节目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乌苏啤酒就是硬核，本节目由乌苏啤酒赞助播出。上 Z 世界部落参加奔跑吧探班团，部落独家阿善等你赢。明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破解完才可以复活，继续撕名牌哦。刚才吃太多了，我现在撑得都困乏了。哎，我的超多超火 LG7 益生菌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呢？嗯，肠道活了，我也活了，终于写完了，快走，跟我回现场吧。各位成员请注意，百人捉迷藏大赛倒计时5、4。冲了！你去二楼，你去三楼，奋斗者。姐，你找这一排啊！好。是。那你
遇到孙悟空惩罚，他们怎么那么会藏？这应该说我说不进去吧？藏不住。这应该不会惹人了吧？这应该不会惹人了吧？你的藏这么深吗？大家好，这里是垃圾桶。不能放过每一个长辈。圈子盖不住我，不行，去去那边去。哦，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进去了。这种地方我都想找了，哎，这种地方我都想找了。哎呀，这么难找吗？好难找啊！好深呀，藏太深了。哎，这这这，你一个都没有吗？来人了，来人了。藏在冰箱里啊！太狠了！这是个人呢！这是个人呢！可以适度摆烂，不能一直摆烂，一直摆烂就会变成个垃圾袋。外面的人都在精彩的生活，看我这汗。外面的人都在精彩的生活，突然鸡汤来自一袋垃圾的忠告。十五分钟，好漫长啊。如果下辈子让我选择，我会当一个篮球。我觉得我可以睡一觉。还是楼上，我肚子叫了。我都有点转向，这咱来过吗？我都有点转向，这咱来过吗？好像没有。
为什么盒子可以打开？这是不是有点太安全了？有点孤独呢。一个都没有吗？能藏哪儿？哎，怎么这么深呢？藏的？啊，为什么我找不到？哎，我好挫败啊！不开心，找不到人。哎呀，至少让我找到一个嘛。没可能啊，去哪儿了？他六个也太邪乎了吧，他六个藏着一个都没找着，怎么还找不到呢？完了，感觉时间要到了。我可以的，放心，我找到什么。这么难吗？来，这儿一个，这儿。嗨 ，Hello， 宝贝儿们，这儿一个，哇，厉害，出来，同学，出来吧。嗨，嘿，你们还连连看呢，杀红眼。还有几分钟？一分钟，我要在一分钟里抓两个人。不行，这样太憋屈了，让我出去跑一跑。我决定要当个火把，去给他们争取一下时间，扰乱一下他们。这个花园说实话也不是很隐蔽啊，这怎么藏都太常规了，我觉得。哎，这里可以，这里有一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拿出来。不好意思了，保洁阿姨，一会儿我再帮你收起来。这儿其实还行，你别说，哎呀妈呀，太脏了。但强者不抱怨环境，再抱怨抱怨吧。这个窗户待会儿可以关是吧？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个外面有一个女孩子，然后一旦有人发现她，应该就不会再看见你。我觉得是聪明，真行，走到这儿，
这个东西他即便是看到了别太突出，你知道吗？让他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堆杂物。哇，这太厉害了，我的妈呀，在这儿啊，躲在这儿，我是真酷啊。我和阿木齐他们想不到，我先进去，然后挡一个，然后他再挡一个，然后别人发现了之后，就还有一个板子不会知道的。外面的桌子帮我挡一下，要把桌子门完全看不到。欢迎来到我的躲藏现场，拼了！我的家。啊。百人捉迷藏大赛下半场马上开始，倒计时5、4、3、2、1，游戏开始。走，快快快快快！这几楼？一楼和负一楼。这马吉一楼也太大了吧 ！Come on！ 没有，他们拿到了道具。什么道具呢？这个房间没有。我看，这肯定有的。没有，我这学校设施也太好了吧？现在，大大，挺会藏啊，小伙计，这里不能够吧？哦，你还真的挺狠的，好难找啊！哎呦，吓我一跳！你好啊，同学。一堆考卷里，坚持15分钟，我觉得这个阿木齐肯定有用，毕竟这是咱们的道具，得利用上，是不是？好多灰，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侦探来喽，出来吧，出来吧！我要找到你，我要找到你公公。哎，找到你了，找到一个同学。还有谁？一个都不能走。一个都不能走。一个都不能走，好，白凶一趟，下一个地方，这都是找过的吧？我的妈呀，大家太吓人了，会不会有人在这个里面？白鹿同学，我没想你走掉了。吓我一跳！白鹿骑摩托车走的。这能进吗？啊！左边的苹果。玉玺，我好想找到你，你在哪儿？感觉我又绕回来啊！他不是在身上绕圈圈吗？我就说这样，不行，挺靠谱的吧？我困了，想睡觉了，也找不到我，不行。我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成语。呀，这里肯定会有一个。
出来吧。直觉，这边肯定得有一个吧。辛苦，早点下班。打你，哎，辛苦了，出来吧。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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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哎，一个，一个啊！喂，哎呀，谢谢。嗨 ，Hello， 你好呀。哦 ，Hello， 你好。我疯了，我疯了，吓疯了，吓疯了。兔子，打你。不行了，不行了，站最佳位置。这个东西，他即便是看到了，别太突出，你知道吗？拿着这些东西，感觉都是杂物，打点土，要不然那太新。今天发挥出我的这个藏猫猫本能了。是谁？沙哥，耶、yeah! ！完了，沙哥 out。等一下啊！沙哥，各位同学请注意，距离体育社发布结束还有五分钟。还有五分钟，这被找过了是吗？还有五分钟，我总要找到一个吧。还有五分钟，不能摆烂。不行，到处都有人，哪里都有人，这里有没有人？呀，找到了，藏这个。这些没有。柜子里，谢谢。辛苦了，让我看一下啊，这里是不是还会有一个人儿？没有了吗？有啊，心跳好快。哈哈，哈哈。谢谢你，拼了！哎，这还有一个，请。那边还有人吗？这不应该再有了，这再有这简直出神了，这不应该再有了。啊！你真太牛了！吓死我了，刚刚，刚刚晨哥，吓死我了。他们这个一楼也太大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成员？一个都找不到吗？真能藏啊！我一个都找不到，好难找啊！我们敲一个人就赢了，我们敲一个人就是十分。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他们是不是都不藏教室里什么的？反正只有同学藏在教室里。找到了吗？没有，他们躲哪儿呢？仔细翻，仔细翻，找到他们同学也可以。应该找不到我吧？应该找不到我吧？我这已经是中秘藏的最高境界了。这儿可能找一个人，刘爷夫。哎，这里可以。
这要是谁能真的躲在这里，你今天得拿冠军。郑恺被我抓住了！恭喜